你不能去跟裁判有任何质疑。对，千万别较劲。范子铭，哈拉迪呢有点放啊，平衡一场也比较困难。明天再甩出来。嗯，这个轮换做得不错。你看，就到哈拉迪这个点，他肯定是出不去。嗯，这个时候你能投进，这就是你的机会。你要投不进，那也没办法。对，我们看，库克呢是要休息，巴赫拉米不休。李学林，好球啊！这个节奏的变化漂亮。一个晃动节奏的变化，你顶打不了，看时间啊，七秒投一个三分。这反击打得真快，嗯，漂亮。方方面那些考虑，需要让他慢慢来调整来适应。这也是这个杨秋生指导的指挥的一种意思。相反，广州这边呢就是比较成体系，机会呢出来的都比较好。哎，对，都打得比较合理。太会打这种球了啊！他对于这种阵地防守的搅动是能力极强。他在里面啊，别看个儿不高，但是身体很强壮，能打开空间，而且有的时候还能给大个儿来做一个掩护。